这是于飞鸿韬光家底自编自导的一部电影，却成了国内影史最大的冤案。上映后差评如潮票房惨淡，结果在十几年后的今天，却被无数人奉为古装爱情片的天花板。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，小玉随丈夫来到山上的一处宅院，这里本是一座寺庙，50年前的一场大火把这里燃烧殆尽。后来房主在荒废的寺庙盖起庭院，院子里的银杏树引起了小玉的注意，仿佛有种阔别千年的亲切感。经好友介绍，这棵树已有上千年的历史。 夫妻俩当即决定租下院子，丈夫是个教书先生，每次离家都要好几个月才能回来。两人靠着书信互诉思念。这天，小玉煮好茶水等待好友到来，结果却看到银杏树下有个黑影若隐若现，她以为是好友来了跟她开玩笑，于是招呼他快过来坐下。结果从树下竟走出一个和尚，小玉惊呼着抓起菜刀防身，看对方迟迟没有动静，似乎并无恶意，小玉便邀请来人一起喝茶。不管你是谁，既然来了，就请出来喝杯茶吧。 你真的不害怕了吗？我与你无冤无仇，我想你也不至于要害我。两人在石桌前坐下，和尚告诉小玉自己在等一个人。阿明从小父母就被仇家所杀，哥哥为了报仇忍辱负重，带着一帮兄弟在山上安营扎寨壮大实力。最终哥哥为父母报了仇，混战中仇家六岁的孩子被掩护逃走。得知对方和弟弟同岁，哥哥动了恻隐之心，尽管手下极力劝阻斩草要除根，可哥哥还是放走了那个孩子。 他认为一个六岁的孩子就算逃了出去，在这深山老林里也活不了几天。说完便命令手下撤退，因为父母不在，哥哥对阿明十分疼爱，从小到大想要什么就给什么。他特意找来教书先生给弟弟上课，希望弟弟长大不再卷入江湖恩怨之中。哥哥也会教阿明骑马射箭，但也只是为了强身健体。转眼阿明在哥哥的庇护下长大成人，自从上次报仇过后，为了防止仇家寻仇，哥哥很少下山，但每年农历的三月初三。 他都会乔装打扮下山赶集，这是镇上一年一度最热闹的赏花节。哥哥下山的路线十分隐秘，只有几个兄弟和阿明知道。这天又到了三月初三，哥哥像往常一样下山赶集。阿明闲来无事，便骑马来到林中打猎。这时，一阵悠扬的笛声引起他的注意。阿明循着笛声来到山顶，只见一红衣女子坐在崖边，回眸间，阿明被眼前的女子深深吸引。他平生第一次有了心动的感觉。想到这里，门外传来好友的声音。 小玉转头，却已不见和尚的身影。好友边走边抱怨，说真是活见鬼了，明明看到了院门，却怎么也走不到。小玉告诉好友，自己对这里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他曾不止一次的做梦，梦到过这里。同样的银杏树，同样的石桌石凳，自己煮好茶在等人，只是不记得在等谁。好友走后，小玉再次煮好茶水来到院中，和尚也从树下走了出来。小玉询问他没有讲完的故事，原来红衣女子名叫阿九，阿明不知该怎么表白。 于是便把阿九强行掳回了寨子，起初阿九极力反抗，不吃不喝，时间久了他便不再挣扎，只是面对阿明，他始终不愿说话，每天都在嗅着杜鹃花，有时他也会来到山顶，呆呆地望着山的那头，直到日落。而阿明则在一旁默默看着阿九，他发誓一定要娶了眼前心爱的姑娘。哥哥让手下去山下打听，可附近并没有丢失的妻儿姐妹，看着阿九的笛子，哥哥若有所思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可看到弟弟这么喜欢他，哥哥最终还是答应了这门婚事。 阿明满脸欢喜，可阿九却依旧冰冷。直到阿九喜欢杜鹃，阿明便采来摆满整间屋子。等到秋天杜鹃凋落，阿明就让人把绢布染成红色，做成杜鹃花的样子送给阿九。这一刻，阿九的眼中多了一丝感动，他起身给阿明倒了一杯茶。两人就这么坐着，不知过了多久，阿九突然开口说话：“茶凉了，我再去给你续上吧。”这是阿九对阿明说的第一句话，也让阿明看到了希望。他相信自己的努力终会得到回报。 这天，阿明为阿九画了一幅画，画中的阿九是笑着的。阿明希望阿九看到以后也能笑，可阿九只看了一眼就瞥向一旁。茶凉了，我再去给你续上吧。自从阿九来到寨子，便再没有吹过笛子。阿明想让他再吹上一次，可阿九吹到一半却再次说道：“茶凉了，我再去给你续上吧。”阿明不解阿九为何总对自己说同一句话。后来哥哥从山下劫来一匹白马，阿明觉得阿九一定喜欢，于是便带着他在草原上驰骋。 这是阿明最开心的时光，可阿九的脸上却挂满泪水。曾经的回忆历历在目。那是一对兄妹在森林被野狼追赶，这时他们看到一匹白马，哥哥带着妹妹跳上马背。九儿，别怕，有我呢，不会保护你的。阿明以为是阿九害怕，别怕，有我呢。阿九，我绝不会让你受伤害的。可面对阿明一再的关心，阿九始终还是那句：“茶凉了，我再去给你续上吧。”这一刻，阿明再也忍不住追问：“为什么？ 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就这么恨我？难道我所做的一切都不能弥补我的过错吗？” 他拿起刀子抵在自己胸口，
如果你真的恨我，恨透了我，你现在就把我杀了，咱们一了百了。杀了我！现在，杀了我！争夺中刀子掉落在地，而阿九则再次说出那句：“茶凉了，我再去给你续上。”此刻的阿明万念俱灰，生无可恋的他骑马来到一处寺庙，他想摆脱世间的红尘情债。哥哥得知弟弟要出家，急忙赶来。没关系，我不怨你。从小你喜欢什么，想要什么，我都尽力满足你，所以这次也不例外。不过，别说你当了和尚，你就是做了鬼，你也是我的弟弟，我的亲弟弟，这一点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。哥哥说他会经常来看阿明，直到有一天确认阿明是过得好的，他才会放心。此后，阿明便开始了自己出家的生活。某天，阿九也来了，阿明看到后却将他拒之门外。可阿九并没有走，他在附近的茅草屋住了下来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阿九每天会给阿明送来茶水。 可阿明却对他视而不见，两人擦肩而过，形同陌路。终于有一天，阿明忍受不了折磨，将茶水打翻在地。阿九蹲下身，不顾疼痛，用手拾起碎片。阿明见状，有些动容，他扯下僧袍为他包扎。此后，阿明不再拒绝阿九的茶饭，阿九还是住在庙外的茅屋里，他仍是不太说话，但脸上却第一次露出笑容，这让阿明感到无比的幸福。他们一起打扫院中的落叶，一起坐在石桌前下棋。本以为日子会这样一直平淡幸福下去。 可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，转眼时间又来到了三月初三。哥哥像往年一样乔装改扮下山游玩，因为是难得的节日，一大早师傅就带着师兄下山化缘去了。阿明独自留在寺庙诵经求佛。往常的这个时候，阿九都会煮好茶在院中等候，可这天却迟迟不见他的身影。就在阿明疑惑的时候，阿九神色慌张地赶了过来。他让阿明跟自己离开这里。阿明觉得突然不知该如何回答。这时哥哥身受重伤被搀了进来。 阿明知道哥哥干的是危险行当，但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。原来哥哥下山时遭到埋伏，可这条密道只有阿明和他的随行知道。那几个人都是哥哥出生入死的兄弟。阿明想不通到底是谁出卖了哥哥。哥哥让阿明不要难过，不要为自己报仇。一报还一报，到我这儿就算扯平了。说完，哥哥把阿九叫到身边：“你答应我，要让他活着出去。”哥。 你答应了，阿九点点头。这时，寺庙被团团包围，是埋伏哥哥的人追到了这里。就在对方准备闯进来大开杀戒时，阿九朝着门外大喊起来：“不要！他已经死了！”九儿，你赶紧出来，我要把这庙烧了，一个活口也不留。哥，你答应过我要放过他的。阿明此时才明白是阿九出卖了哥哥。原来当初哥哥放走的六岁男孩，怀里还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女婴，兄妹俩在森林里长大。 为的就是今天的复仇。从阿明遇到阿九开始，这一切都是他们计划好的，而哥哥也早已知晓阿九的身世。但为了阿明，他还是笑着为两人举办了婚礼。得知真相的阿明愤怒，用枪指着阿九，却迟迟下不去手。他一把将阿九推倒在地。其实阿九已经爱上了阿明，只是仇恨让他不得已变得冰冷。今生今世，我们所走的路都错了，时间不对，弟弟也不对。 阿九来到阿明身边，他把枪对准自己胸口。来生我们再会。来生，我会等你。说完，阿九扣动了扳机，他躺在阿明怀里，永远睡了过去。最后，阿九的哥哥用长矛刺穿了阿明的胸膛。寺庙随后也被大火燃烧殆尽。小玉问阿明后来等到阿九了吗？阿九先我而去，他以为我还会留在这世上，就急着去投了胎。而我又怕他来到这银杏树下找我。 一步也不敢离开，错过了投胎时机，可我在这轮回道上也只能待50年。现在也到时候了。小鱼说会不会阿九来过没有被认出来？阿明说只要阿九来了，他一定认得。前世他们都身不由己。阿明本以为今生相遇两人可以从头再来，可他没有想过的是，也许今生的阿九正生活得非常幸福。其实阿明也是想让阿九幸福，所以只要阿九如今是快乐的，这快乐是谁给的又有什么区别呢？ 这时，小鱼注意到阿明的茶凉了。茶凉了，我再去给你续上吧。小鱼的话让阿明再次陷入回忆。阿九临终前跟他约定：“来生，你若不认得我，我就说你的茶凉了，我再去给你续上。你便知，那人是我。”此时，小鱼再次想起自己的梦境，他想起自己一直在等阿明。当他转身看到镜中一袭红衣时， 前世的记忆全部明朗起来，他哭喊着来到院中，却不见阿明的身影。尽管他一遍遍呼喊着阿明，却再也得不到对方的回应。
阿明已经放下心中的执念，步入了下一个轮回。多年的等待只化作一场无声的叹息。